们也希望就是欧盟欧拉在 AI 这个领域会支持的更好。我们京东也是在和社区积极的去组建这相关的 SIG， 希望能在这个 AI 的领域做更多的贡献。我们比较关注的是这个 OS for AI 这个领域，也就是说通过这个操作系统层进行一些这种异构算力协同、异构内存管理这些这样的一些技术创新，来提高这个推理和这个训练的效率啊，提高整个这个计算集群的这个能效。可能就是说希望欧拉社区对 AI 的这些新硬件做更好的这种融合的一些支持，助力一些云厂商能发现这个新的商业机会。但我是说那个 AI 的基础设施这一块，类似于一个解决方案，就是现在 AI 的其实涉及很多，一个包括硬件，一个还有容器调度，还有存储，还有一个异构计算。我希望有这个项目把所有的这些零碎的技术都能统一起来，带动每个技术点共同的进步。